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这样。说，我这么喜欢他，他怎么能那么对我呢？想死你了！哎呀，看你的衣服啊！现在都是这么穿衣服的，是的。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的。好了。这什么呀？谢谢。看看就知道啦。我明天就要去伦敦了。英格。哎，你这个疯婆子怎么老打人啊？哎，你谁呀？你怎么打人呀？我打的就是他，我还打你呢！你别打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呀？你冷静点！哎，你这谁呀？你说这医院一身酒气！安静点，这种人不值得。你凭什么对他又冷又暴的？我都没。我是他姐，我为什么不能抱他？你什么姐？你我还是他哥呢！你去跟姐姐解释一下。放开我！你别闹了。姐姐，真是对不起啊！我室友他喝多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带他回去。杜阳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你冷静一点。怎么涂成这个样子？给他换身衣服吧。别伤心了啊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吐出来就好了，别伤心了啊。谁说我伤心了？我一点都不伤心，一点都不，一点都不伤心。别哭了，把眼泪擦一擦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丢人，不丢人。没事了，他凭什么不喜欢我呀？就因为我脾气不好吗？还是因为我比他年纪大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伤心了。严格，你都说你这么喜欢他了，可是你有想过吗？你们之间谁都没有跟谁正式表白过。是啊，换句话说，在名义上你是他的哥们儿。你没有资格发这么大的火，你也没有真真正正的要求过他向你表白，不是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校园爱情不可靠，你看你现在难受成什么样子了。严格，其实你自己也很混乱，男女之间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哥们儿，不是吗？严格，严格。刚才那个是我姐，你别误会。现在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冷静点。我很冷静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我们做哥们儿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严格。
格格，严格，滚！我化作孤单的星球，渴望与你相见，跨越时空的界限，来赴你的愿。距离虽遥远，但是星光无限，那最亮的某一刻等你发觉。不知道严格的脾气能不能控制住局面。先别担心严格了，说说你的事儿，给常浩文说了吗？没有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的事儿终究是要说的，这个机会这么难得，五年学校才有一个名额，谁都没有资格阻拦你。况且，你出国只是为了让你的舞蹈精进的。我也知道，可是我怕。你们俩的事儿我也不好多插手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我们学艺术的本来就很难找工作了，感情是感情，事业归事业，况且你也没有和他说分手，你只是出去两年，他要是真的爱你，他会等你的。算了，等等再说吧。严格，你怎么了？天哪，头这么烫，赶快送医院！哎呀，当心点！哎，海叔呢？嗯，回来了。洗完澡了。你们说，青春是用来做什么的呀？不是你说用来挥霍的吗？那青春的爱情呢？你不是说过吗？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，该哭的时候没有眼泪，该相信的时候没有默念。不对，这是沈从文说的。你装会死啊？干嘛？吃火药了你？哎，你刚才下去干嘛？